拥有精致外貌与姣好身材，演出过多部经典作品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近日杨幂为杂志拍摄的画报释出，只见杨幂穿上一件红色套装，画着浓黑细长的眼线，整体复古感就像是80-90年代的影星。而引人吸睛的是，杨幂头上一头巨大爆炸头卷发，浮夸发型就在网上引起讨论，许多网友看了傻眼狂酸，时尚就是丑的代名词吧，实在欣赏不到这20年前的非主流，长相不够大气，这种风格不适合她。不过众多粉丝还是大赞杨幂，脸就是时尚，世上美女千千万，唯有杨幂 No.1， 太美了。杨幂突破以往的大胆造型，意外引起两派论战。Bye.